没拿到奖，今天心情调试的还好吗？很好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很坏，没事啊，你们很坏哎，都过几天了，哎，一定还好哎啦，还不要紧。首度入围金马新人，却在两周前典礼上错失得奖机会。九一成员春风笑笑看很开，和好友王阳明合体，这天心情看似不错。记者们都会说你很难仿，我知道啊，这不是第一天的事，我已经在学多了。私下会聊。没办法跟你们说哎，对啊，兄弟间聊车聊品牌，话匣子大开。只是这天上午，春风才被爆出在街头做了这不良示范。时间回推到11月初，春风在北市内湖某餐厅被周刊捕捉，将车辆停在巷弄的他，将近一半车身超出红线。起初没想太多，却被巡逻员警遇上，被上前关切，才赶紧移车。但这局玩得太开心，随后在路边和朋友吞云吐雾聊天，顺手就把烟蒂一丢，弹进旁边的排水沟。身为公众人物，确实是不良示范。我被拍了违规，他们拿走。我抽烟不是丢烟灰缸吗？谢谢，拍水。好了好了，早晚要面对，早晚面对。我这种坏习惯显然事后人不知情，而聊起年末怎么过，耶诞和跨年无奈都被工作塞满满，倒是王阳明精心筹备女儿生日。那其实我女儿生日，所以通常都是都要求一下许愿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她说她要更多气球就好了。中午是生日嘛，对啊，所以然后晚上就在给圣诞节礼物，看 Dizzy 吧，对啊，我都是让她。去规划这些，主动提起老婆蔡诗芸一甩先前被传婚变阴霾，用行动证明夫妻间的浓情蜜意。TVBS新闻农民号许家瑞，上我们去 SBS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